规都要感谢老师一生的奉献甲辛苦。南投县政府特别选择伫教师节进行来表扬优秀的老师，由管区秘书长洪水弟以及教育处长李明丁代表馆长来颁奖给馆内540个优秀老师。毋茫讲学生伫咧老师充满爱心的教导之下，拢会当成为国家优秀人才。小朋友精彩的表演，差了现场的气氛。为了感谢老师一生的奉献和辛苦，南投县政府特别选择在教师节进行表扬优秀的老师。由县政府秘书长洪水弟以及教育处处长李明丁代表县长颁奖给县内540位优秀老师。不管是语文竞赛、体育竞赛等等，除了六都之外，我们常常能够获得最高的一个荣誉，那这个也是大家耕耘的一个结果。我们县政府也会大力的支持我们各位老师，那让我们的这个学生充满着爱心，在老师的教导之下，成为国家的栋梁。今年的表扬活动相当的盛大，除了优秀老师的各种奖项以外，也特别表扬得到教育部师铎奖的第三国小老师黄义珍。黄义珍也真感谢各界的帮忙，并表示这项的功勋是属于大家的。我们不是一个个人的奖项哦，这个师铎奖是代表整个教学团队，代表县府团队以及所有关心教育这个现场的人来领这个奖，尤其是我们学校每一个可爱孩子的脸庞，因为他们的笑，因为他们的泪，让我们有足够的能量在为教育界打拼。那也要感谢所有在我们教育现场帮我走过这么多困难，能够走到这个奖项上的所有教育同仁。县政府也相当感谢教育人士的努力付出，强调对教育的全力来支持，也希望全体老师会当继续用充满爱心的教导方式，让县内学生会当成为国家优秀的人才。记者李英选采访报道。